你们这个周末忙吗？我们去看电影好吗？哎，我不能去，快考试了，爸爸妈妈会很生气的。为什么？上星期的那个英文考试，我担心没有考过。你是班里最好的学生，你一定考得很好。真的，你学习了多少个小时？星期天我读了8个小时的书，做了很多作业。哇，你学了一整天，星期六你一定出去玩了。没有，星期六早上我们上中文学校，我爷爷说，学而不厌，这种看法是最好的。我在上海的表哥比他更用功，他每天读7、8个小时的书。为什么？如果他高考考得不好，我不知道。高考是什么？每年多半想上大学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考试。最近我听说，非常有钱的学生不用考，并且越来越多的学生出国学习。这个高考跟 SAT 差不多吗？不一样，因为在中国的大学不多，高考考得不好的学生上不了大学。我爸爸妈妈移民到美国，让我们上美国大学。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。现在呢？现在我不太清楚，我们已经来美国10多年了，我一定考不好高考。我懂了，多半的美国父母管得不严，爸爸妈妈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可是也要运动和朋友出去玩。我父母的看法不完全一样，他们期望我当医生。我还没有决定，我朋友在等我，我们要吃饭了。好，明天见。如果你有空，给我打电话。再见。